所以在这个弯位呢，其实如果它是下面的空间是很窄是没有关系，它真真正正需要空间做事是这一拳。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设计是荒谬，就是说这一拳就是弯弯得来呢，就有可能是涉及一个计算数的风险。它不需要呢是放弃了一个石屎的梅花桩的做法，是用金属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在个设计方面。我希望港铁，我刚才跟你们讲过呢，港铁都会真的很慎重考虑呢，可能这一决呢变成用石屎的。